欢迎收看莎莎兰华语新闻，我是舒慧琪。忙忙碌碌的生活总是让我们忘了停下脚步，发现身边美丽的事物。来到莎莎兰，不只能吃海鲜、欣赏艺术作品，还能亲近大自然，在红树林步道观赏到奥妙的自然生态环境。现在就跟随小主播舒慧琪一起到那里感受大自然之美。在莎莎兰艺术公园旁，隐藏着一片大自然的宝藏。走近一看，你会发现一条神秘的木质步道，周边遍布着红树与沼泽。在这里，不仅能逃离城市的喧闹，还能观察栖息在沼泽地带的大四脚蛇、鱼类等自然生态面貌。来到这条秘密步道，能亲近红树林。想要观察大自然生态，这条红树林步道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莎莎兰小主播苏慧琪采访报道。